我是冰冰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哪里？韩国首尔。韩国，我遇到了韩国的欧巴哦，数学老师欧巴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哇，听说你啊，九月份的周年庆领了多少钱？领了破百，130多。太强了！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之前你就是在学校的担任老师，有领过这么多吗？大概一个月哦，这个已经快是一年的年薪了。一年呢、欸？你看，我们其实传统行业真的就是大家差不多一个月是多少？一个月啊，大概就是一个月。你说当老师的时候，对，我教了30年，到年供奉已经到顶了，薪资到顶了，大概80000多块、哦、一个月。好了，是来天力非常的棒，是在你之后在就是往后的日子，被动式收入都没问题了。是，希望是继续努力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是要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天力。没错，天力真是一个很好的行业。我们变帅变美，然后又可以来公司赠送我们来旅游。是的，耶、yeah ！拜拜，好，拜拜。